来点开心的，耶诞节的脚步越来越近了。继新北市的耶诞城之后，台北市户外最高的耶诞树也在昨天晚上点灯了，让整个台北的信义区灯光璀璨，相当的耀眼。现场还特别请来偶像团体 Dream Girls 为点灯聚集人气，气氛好热闹。哇，祝大家 Merry Christmas！ 台北市户外最高的耶诞树在信义新天地的百货公司门口正式点灯。20公尺高的椰蛋树，树上点缀着彩球，还有许许多多的雪花和麋鹿，浓浓的椰蛋气氛在音乐和灯光的衬托下弥漫整个广场。偶像团体 Dream Girls 也全员到齐，替点灯活动聚集人气，现场人山人海，大家闪光灯闪不停，一边看偶像，也要和最美丽的椰蛋树合影。从点灯的这一刻起，到明年1月5号的晚上，椰蛋树每半小时会启动灯光秀。树底下是小型的游乐园，地板是个大型的音乐琴键，华丽的设计让椰蛋节庆的气氛更加热闹温馨。